中国的政权建立并不是，根据儒家来建立的，这是实际上在斗争中成功的，确实是根据这个法家来的，是不错的。法家根本不问基本原理的问题，只说你告诉我你要怎么样一个统治，我就告诉你我用什么方法让你达到那个统治。那个统治就是一个皇帝在上面能抓住权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建立一个官僚系统，一层一层的负责，只讲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达到统治，稳定的统治。在天道远、人道近的中国，人道终于成了兵道，成了霸道；以人为本的自省自救，终于成了以兵为本的自残自虐。汉儒董仲舒也看出人若不敬天，便无可救药，于是以天人感应之说吓唬君王，挽救人心，终究不成气候。三国攻伐、八王之乱、五胡十六国、魏晋南北朝，300年腥风血雨中，佛教似乎带来了一线新希望，连皇帝们也纷纷皈依佛门。然而，一代又一代出家人的巨大虔诚，并没有改变这个泱泱大国苦难多舛的历史命运。朱熹来了，他要用天理抑制人欲，却不晓得天理究竟在哪里，只是转着圈说人心就是天理，天理就是人心。于是，这莫须有的天理在赤裸裸的人欲面前，正像孕育了他的宋王朝在野蛮的契丹面前一样软弱无力，一败涂地。明朝出了个王阳明，他说：“人们只要像猫逮老鼠一样，不放过任何一闪而过的私欲，就可以心底无私，天理纯全。”他做知县时，真的率众操练起猫逮老鼠的内心功法，眼看全无功效，贼民四起，这位夫子立即率众操练起兵法，赤膊上阵，立下战功，当上了南京兵部尚书。30多年前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，叫人们狠斗私自一闪念，重演了王阳明这套把戏，到头来也是一场辛辣无情的讽刺。为什么人本主义学说不但不能成为拯救的福音，反而成了专制主义的工具呢？为什么2500年的主旋律不是和平宽容、长治久安，而是你死我活、翻来覆去呢？公元前100年。伟大的史学家，身为汉朝太史令的司马迁，正在撰写那部千古不朽的《史记》。突然间，汉武帝下令处死他，原因是他对迫不得已投降匈奴的大将军李陵表示了同情。为了保住性命，完成《史记》，司马迁接受了人类最屈辱的宫刑，切除生殖器。他忍着巨大的痛苦，写呀写，写得惊天动地，笔走风云。可当他写到眼前的汉武帝时，再也写不下去了。也许他害怕了，也许他陷入了困惑。2000多年后，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，也对这件事情大惑不解。
他说，司马迁学识渊博，通古晓今，为什么从未考察过皇帝大权合法性的根据在哪里？他随意阉割臣民的权利是谁认可的？为什么皇帝可以做出冲动自发的、无理性的、不可预测的行为，臣民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投诉的法庭？这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的西洋人，临终前终于看出了门道。离世前两天，他亲手将一部书稿《中国历史新论》送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。那上面写着，中国的天子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间的上帝，他的所作所为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，天灾及上帝的作为。相信永生的西方人敬畏上帝，只关注今生的中国人却是唯恐触怒皇帝，他们的上帝就坐在京城中央的宝座上。哦，中国人，你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，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与生俱来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。有罪的人却充当正义之神，有限的人却握有无限权力，渺小可怜的人却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，压根儿不认识上帝的人却成了人间的上帝。这不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、总导演吗？从春秋到民国，81个朝代几乎全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。朝代交替时，帝王几乎都是死于刀剑、毒药和囚禁。中国人杀戮中国人，中国人谋算中国人，中国人虐待中国人，中国人专制中国人，直到中国人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、奄奄一息，外寇乘虚而入，横扫中原。中国不是没有改革者，商鞅、王安石、张居正，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。中国不是没有正义者，杨业、岳飞、于谦，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。中国不是没有革命者，朱元璋、李自成、毛泽东，没有一个不像自己的敌人一样走向独裁。失去了天道，只剩下人道的神州，早已不再是神州，乃是一个赤裸裸的人州。哦，中国，你顽梗的不肯抬起头仰望昊天上帝，怎能不一代代沉溺于人的阴影之下？你一直拒绝任何永恒、绝对普遍的天赋价值，怎能不使急功近利的投机主义泛滥成灾？你既然坚持认为除了你自己别无拯救，那么你怎能不一次又一次陷入你自己酿造的苦水、火海和血泊之中？多少女子吞沙，多少浪子